一气呵成的动作，正是老虎的本领。赤壁之战后，刘备把荆州交于关羽，前往益州降服了刘璋，奠定了三国鼎立的格局。愤慨于刘备崛起的孙权要求刘备归还荆州，但刘备总是搪塞应付，双方的气氛一触即发。最终刘备与孙权二分荆州，但对于孙权而言，这一结果并不令人满意。此后曹操与刘备围绕汉中展开了激烈争夺，赢得胜利的刘备即为汉中王，以此对抗魏王曹操。踌躇满志的刘备命令荆州的关羽北上，担心事态的曹操计划煽动孙权。此时孙权与刘备的同盟早已名存实亡，而孙权一直在虎视眈眈地觊觎着荆州。于是围绕昔日的争执之地荆州，曹操军与孙权军私下联手密谋击杀关羽。时值汉建安24年，天下局势风起云涌。请确认一下，
我已经迫不及待了。出征！听我说，都跟我来。请确认一下，即刻出征。请确认一下，听我说，
心に心愿我が夢遥か月立ち渡るしぐれ心地熱き想いを貫けたまえ心起こしいざたまえたビビとよ
情。